现在演练武式太极拳串灯道路第四段56式夜帽分鬃。以足接根为轴，接接内扣，身体向右转，右脚带回，量收内合，撑薄球桩，右脚向右前方漫步前过，量收前后分开，右手上前前撂，后手上后捋捋带，由左脚向前带步跟步。这个夜帽分鬃在太极拳这个技法中是个撂式，是个向前上方撂起的动作。具体的用法现在给演示一下。这样手一分，对方上手来了，来打了，这个手一捋对方，这一合，这个手往上挑，这个手往上捋，就叫这种翻过来。现在再重新再演示一遍。现在演示57、58，夜帽分鬃二配夜帽分鬃三两个姿势。左脚向左前方漫步前弓，右腿前跟以接接点地，两手内合，右腿向右前方漫步前弓，左腿向前跟步以左脚点地，这个手上的在跟随步伐变化的同时向前漫步，两手撑薄球桩，一个手右手朝下后方捋带，左手向斜前方碰起，根部一根部要向左微转撑薄球桩，右腿向前迈出，两手撑薄球桩，左手向后拉捋带，右手向上碰撂。现在演示59式收回劈八式。左腿向后退半步，身体坐于左腿，右腿踏后撤步，以足尖点地，在手的配合上，在左腿退步的同时，手两个手，一个手内旋，一个手外旋，向后
向后带，右手向前按。你再做一遍。哎，这个不要出真唱，哎，往后点，由这个小按，哎，小按之意，这个由旋内旋，哎，好的，在用分上已经说了好几个手绘皮包上，基本上用分前本已经讲过了，再不再讲了。现在演示第60式拦着一，右腿上右前方漫步前弓，身体放松，两手向上松伸，完全强合，左腿向前根部以足尖点地，在腿前慢弓的时候，两个手画弧，就是画圈，哎，向内合手画圈，从下往上捧起，捧起了坐着腕，两个手坐腕外旋推出，一开向下一松衬，身体带着这两个手一松衬，两手向前向合，左腿向前跟步就可以了。现在演示第61式单边，以右足跟为轴，足尖内扣，身体向左转，转成面向正西，左腿向前向后慢出一步前弓，两眼看左手前方，在手力配合上，在身体左转的同时，两手要内合，合于胸前入保球状，这个腿往左方漫步的同时，弓步的同时，两手分开，一个往左一个往右，两手分开，左手要舒张左腕，手掌外旋，这为开，右手是平掌与肩平，朝斜小方向，手心向斜小方。再演示一遍这个单边吧，前面也有好几个动作了，已经这个几级式已经说了，现在也不多讲了，现在我再演示一遍。现在演示第62式玉女穿梭，左足尖内扣，左四腿左四腿往内扣，身体向右转，转向西北方向，随之身体一于右腿，左腿前慢前跟，向前西北方漫步前弓，右腿向前跟步以足尖点地，在手的配合上，
在捉住内口的同时，右手向上碰脚，向右上方碰脚，一口向右上方碰脚，左腿前跟，在右腿在左腿前进的时候，前慢的时候，左手向上碰脚，在向上碰脚的时候，要与腿上下相随，刻度。这个碰脚跟右手的分力，一个随印印走好上去了，这个手当为样，这印样要向西同时进行，这往前一上，啪，这个筋就出去了。一上了一小上上下筋，撑了周身一脚，一个就上去了。关于这个机器就是这样，再验释一遍。现在演示63式玉女穿梭二。右腿向左后方撤步，左腿内扣向右转，转向西南方，右腿向西南方漫步前弓，左腿向前跟步，以足跟点地，在手的运用上配合上，在身体撤步，右腿撤步右转的同时，两手内合，两手向内合，转到正难的时候，右手上捧，上捧起，手上捧，随着慢步，随着右步的前慢向前弓步，左手竖掌外旋前推，左脚向前跟步，具体上它的用法是在这个方向，一群人对方从后方左后方向我打来，在这个情况下，这一碰脚完全以慢推，完全前弓。我这，变个方向啊！哎，像这往前碰脚，前推，重新再演示一遍。现在演示第64式和65式，两式都是玉女穿梭，为不同的地方就是两个式方向不一样，用法都一样，使法也一样。以右足跟为轴，指尖内扣向左为摆，面向东南，左腿向前漫步前弓，右腿向前跟步，以足尖点地，右腿向左后方拉步，身体随左腿的内扣身体右转，转向面向东北，向右腿向前漫步前弓，左腿向前跟步，以足尖点地，在手的配合上，在身体左转的同时，两手内合，
左推餐碗的同时，左手碰脚，向上碰脚，右手竖掌外旋天推，在身体右腿向后方挪步转身的同时，两手内合，右腿向前慢的同时，两手右手向上碰脚，左掌竖掌外旋前推，左脚向前跟步。后边来到了，哎，这往上一脚，这一脚一上推，这可以向这推，这是放后来，他这儿就是来了，这儿一脚，这儿一推，是吧？他这里又是来了，这儿一脚，这儿又是来了，这儿一脚，这儿一推，这是要步伐跟这个手要配合好。再一遍，我们拿这四个韵律穿梭式练在一起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现在演示第66式收回劈法式。左腿向后退半步，身体后移，坐于后腿，右腿向后撤步，以足尖点地，在手的配合上，所以左腿后腿的同时，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弧形弯回拉带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在胸前，高低右手与肩同宽。在积极方面，手回劈法式，它是一个手，好比说推手，哎，一翻，这是手回劈法式。再一个，通过这一面，哎，这是手回劈法式，是吧？就这哈，就是，那个对方，那个对方胳膊的吧，是吧？这个鹤立的用分，一接对方手，一旋弯，这个手，啪，一鹤，就拿对对方用力狠了。就拿对方关节给缺伤了，翻过来打一声来。再一个，对方要捉住了，对方乱着手，这一是旋弯，这是一是旋弯，这是拿对方，这是一是手后回劈法式，这个歪伤，照样出去。现在再演示一遍。现在演示第67式拦扎一。右腿向下漫步前弓，身体向下松沉，左腿前跟，两手向前合力，在手的配合上，
往前漫步的同时，两个手内合要合圆，就是画两手要画圈，向上捧起，舒张向前推出，身体上下松沉，向下合力，左脚向下根部与足尖点地。在这个烂着衣上，我讲讲这个四正彭丽金案。在烂着衣，因为是太乙轩的母师，他这八个金刀都包括的。这个彭丽金案是四正，这个烂着衣是四玉，这个四玉里边分彩列周靠。比如我现场给比划比划，这不一上碰起来，碰起来一给对方怼肩，腰一转，啪一转，动腰胯，一动腰胯就为四玉，这为猜，是吧？这个猜，这个手往这为猜，这个手往上，这是略筋，这个手往这撂，这是略筋，啊，这个略筋这就腰胯。所有的身体都在动。肘是上前进，肘为肘，这往前，这是四正站的嘞。你往前有个人，这一接对方，这一转腰，啪，这是肘，这是进的肘，啊，这个靠也是，对方来一捋一进步向前，肩靠是肩是靠的。这是死蟹，具体的比出来，咱比划。现在演示第68式单边。以右足跟为轴，接尖内扣，身体向左转，转向面向正西，左腿向左方漫步前弓。在手的配合上，在身体左转的同时，两手内合，面向正南，两手入保球桩，在左腿前满的同时，两手徐徐分开，左手舒张外旋前推，右手平张向后放。现在把第四段再完整地演练一遍。
现在演示50串通道路108式第五段69式70式71式三式运收综合练习。因为这三个声运收都是连贯的，所以我们要一起讲。左推向后撤步，身体后移，左右右推。左推向前，慢步前弓。左推内扣，右推收回，以足跟垫底向前抬举，右推内扣，左推前马，左推内扣，右推收回，以足跟着底向下抬，右推内扣，左推前马前弓，左推加内扣，右推收回，前板落实。在这个动作上，这个手摇与这个动作要配合一致。在手力问题上，身体向后，左手向下呵护，右手向上呵护。这个手在上，这个手在下，这个手起这个是个乱荡的引号的，这个是个互荡，防止对方贴上来按对方脚背啊。慢左推时候，左手右胸前内旋向前，到前面了外旋舒张向前推出。在这个同时，右手左手右下是向上，右手右上向下呵护，右手在这要互荡，起这个互荡作用。这节内扣随之左手向下，右手与胸下向上内合，再加向下外旋推出，接近内口，有接近内口，左手右胸前上方好击，左手右手向下，左推前马向下推出，接近内口收回右脚，右手从小向上，左手从上向小，是吧？它的作用上就是，主要是做好这个的时候，上下配合要连贯，上下随和，主要要求做到这个。你给演练一遍。现在我们把这个
运收这个几级汉语时候啊，这运收几级汉语突出的表现就在左鼓右盘这个两手的开合互变，在这个上头比如对方向我到来，我这一硬哎，可以往这带，往这带随着腰力旋转可以叫他往这动了，可是这儿从冲到的中线来，这个手可以向前退出，是吧？要这个手这个在这儿，好比说这个手过后来哎，一直带啊，一个左边一个右右，一个左边一个右右边，这个也可以，也可以在这出，是吧？再一个就是对方好比阶梯上来了，阶梯上来我了，哎，可以在这挡住对方脚，是吧？这个阶梯这个也可以在这挡住对方脚，哎，就主要起这个哎一个引号，一个引号，一个反合力，这边一个引号，这边一个反合力。主要表现在这个上头，啊，现在演示第72式单边。以右足跟为轴，随足尖内扣，身体向左转，转向面向正南，身体重心坐于右腿，右腿为实，左腿为虚，左腿向左方向向左轰出一步，迈步前弓。在这个动作的同时，这个手的问题随着身体的左转，两手内合如抱球状合于胸下，在这个情况下产生一个右晃滑护的动作，哎，从这儿向上，哎，向这一坐，两手分开，左掌竖掌左腕外向下推，右掌向后与架相平，要知道松肩沉肘，起身丹田，含胸抱背，正身法。好，我们再演示一遍啊。现在演示第73式下式。身体后移，身体重心左于右腿，弯小身体向小蹲式。这个下式在技击上，因为说这是套路表演的，为了好看，为了这个美观好看，他把这个事儿放大了。有的老先生们这就叫下式，这也叫下式。这个用意上，这个是根据对方来时的快慢大小决定的。要对方拿脚前来踢我裆，我踢裆，哎，这一下按着对方脚，对方踢不住裆就中了。要是对方这离得很近，对方要一踢裆，对方踢，哎，我就得上。下大事儿，大事下上来，这才能挡住对方。这个事儿大的小的大小要根据对方
来时的远近距离来决定。再演示一遍。现在演示第74式和75式，更级独立一，更级独立二。身体前移，重心移于左腿，左脚外摆，右胯前抽，后腿向前迈步提起。右腿小落，左腿提起。在重心向左腿前移的同时，身体向左转，转向正南，左脚尖外摆，这个手左手有这个上托之意，对方拳打上来了，踢这个打上来了，腿斜上来了，是吧？从上打下来，从直过来，都是朝上托的意思。这个后腿一踢，向前一跟，这个托住了对方。往下压，顺势对方把这个手一压压下去，这个手往上，往上是在这个太极拳的套路上比例是掌，也有的太极拳要求使用拳，这个是往上，一个是打对方脸，一个是斜对方咽喉，这是个积极意义上就是这个意思。在这个是完成了以后，右脚朝下落，这也是弯，好比对对方一锤卸上来了，搁这儿拦着弯弯拔，这个弯弯拔，这个推起，哎，这也可以在用法上使用锤，使用掌打脸，这都可以。在示范这个技击上示范，你好比说，我这下了，对方打上过来，哎。这一拖拖住对方，对方要给我扔来劲，我要弯这儿拔，这个弯这儿打锤打脸，这个锤这个气是叮当的，这个气是叮当，这是打脸的。现在演示第76式，悼念猴一。左腿向左后方带步，右腿以右足跟为轴向里扣，身体向左转，左腿向前漫步前弓，右腿向前跟步。在这个因为啥给一个北面不容易看清，现在我在示范一遍这个正面的，在这个悼念猴上，它的用意是个败中取胜，是个阴化对方的事儿啊。为什么说这个？是因为对方速度来的猛，身体劲又大，这个劲
旋转不上去的时候，就用这个打粘号。比如对方在推我的同时，在这推我，两个手推，我上前不中了，上不去，我就往回撤步，这个手往这带，这个手往这打，就可以拿对方的这个劲给引化掉。这是跟我现在演示第77式悼念号二。右腿向后左方撤步，一足右腿左腿一足尖点地，一足跟着地，足尖内扣，转向右转，所以转的方向右脚向前，右前方漫步前弓。左脚向前跟步，以左脚点地。在这个悼念号上，这是第二个悼念号，用法基本上相同。因为说这个上的要求，在转的方向上要视角站稳，现在演示第78、79悼念号34。现在演示第80式收回劈把式。左脚向后推半步，左式右脚随后推退步，向后带步，以足尖点地。在退步的同时，要两手左手内旋，右手内旋向后后内旋到胸前，左手右手外旋后后，在左手前方与前脚平齐。哎，一阵一闹闹着了，歪歪能松。再一个就是两个脚看前这儿，两个这个合紧，一合紧对方这个肘就有损伤了。就哎，再演示一遍，现在演示第81式掰额两翅。
两个手要对长，以上以下，右手向上画弧，左手向下画弧，再右手从上往外往下往上，这个是由下往外往上往下，它两个是对称动的，就是这样的画弧。或者向前慢步，左腿向有腿向前慢步，随着有过向上碰脚，左手向前下方推按，有推前拱好了，这个后腿向前跟步，以足尖点地。你再读一遍。在这个基分上，比方对方用右手上我胸部进来，是吧？这个叫躲开对方，躲开对方，这个时候叫向上碰脚，这个时候上下进攻，要这个手，好，再演示一遍。吴宇老师，现在演示第82式左搂膝奥步。左嘴向后挪，右腿以足跟为轴，足尖内扣向左转，左腿向左前方慢步前弓，右腿向前跟步。在身体抓身体同时，两手内合，随身体下抓，左手好护向左小方搂按至左膝外侧，右手好护经胸前左张左腕向前旋张外推，右腿向前跟步。这个左搂膝腰部呀，或这个一上面这个搂膝腰部相同，在肌腱上头就不怎么给比划说了，主要的是说这个身法。这个搂膝腰部它为啥是说是腰部奥部，它因为啥出左脚上右手啊，你要出左脚上左手只为顺步，出左脚上右手它是左腿上右手，他两个交叉的，他为了这就是奥步，再一个这个身法上要求松肩趁肘，气沉丹田，要壮骨稳骨，往前挪，这个腿就抬起来，往前上，要支撑全身，在动作上支撑全身，前慢，往前拱的时候慢慢朝前拱。这个问题就是个叙事问题，它这个虚推必须得叙事分清，在这个权力上这个要求上身份上必须得虚推就是虚推，实推就是实推，在一个小事的上头必须要能下多少事下多少事，这样就是有利于练功，有利于这个练的小身壮功的稳固。现在再演示一遍。
现在演示第83式手绘批发式。右脚向后退半步，身体后移，身体重心坐在后腿上，左腿向后撤步，以足尖点地。在右腿退步的同时，两个手，一个右手内旋，左手外旋，画弧。两边，比如两个人一打手，哎，这个手过来，我这个手暖我手，哎，从这儿翻，一翻，从这儿制肘对方，可以往外打。再一个对方还会这个手来，从这儿一打。可以一旋，可以在这儿一合紧向外打，在这边再比划一回，这个过来吧，来，这个手，现在再演示一遍。现在演示第84式暗式。两个手，左手向上，右手向下画弧，左手向上，哎，这样画弧，画弧了再翻过来，再左手向下，右手向上变过来，左手向外向左外放，搂按，右手向下切掌，眼向前看，再演示一遍。现在演示第85式青龙出水。右手向上碰架，身体直起，右手向上碰脚，左腿向前漫步，右手向前退出。这个问题就是说，要上下连贯，给这个暗式，这个暗式必须连贯上。右手碰脚，左腿前慢，向前拱步。坐掌前推，